不见。我们要请 S 姐呢跟大家说明一下你今天的风格造型。今天就是整身 YSL， 然后我想这样的服饰，除非是我这么气势的人，不然很难撑得起来。因为有些人穿可能会想说前面会不会太露啊，然后垫肩会太宽啊，然后头可能很小之类的。 I don't care You don't care Yeah，就是人生只有我驾驭衣服，没有衣服驾驭我这件事情。没有女明星认真，而且时不时要瞪一下来宾，为了录瞪一下，360度的瞪，叫什么叫？就说时而摆出一下睡衅的那种 attitude， yeah attitude。 啊，因为 S 姐在这个访问的时候，你有说风格是什么？风格就是根本不用在乎风格。天哪，你这句话出来，前面明星有多尴尬？前面的人讲什么很多废话吗？不是废话，就每个人都讲很多自己对风格的定义。因为我个人就是很不在乎风格啊，所以现在不觉得我很有风格。对，因为你每次风格都不一样。其实我也在在乎风格哎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对啊，对，今天也是。而且你知道，像我这种腿是专门练出来的，可是一般世俗的人可能会想说，哎，你这个。肌肉太发达，我跟我这个腿，如果到好莱坞的话，一定是美腿第一名。可是我怕一般世俗的人不对我，你们懂吗？你们懂？你爸骑一下地方好不好？来骑一下。对，然后来跟现场啊，来，你们看这样子。我怕摄影师拍那个不懂，然后我拍很辛苦。来，我要这样子这样展示一下这个腿 ，OK。从上到下那种，这个是深蹲练出来的。所以前面没有这个的人都是没在运动。没有，你一定要再拼出一个时尚新高度。对，今天领到全能天后奖，来跟大家讲下你的心情。我想这就是最大奖吧。啊，对，就是你又是压轴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实至名归。实至名归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媒体朋友要来访问一下关于全能天后的事情。对，好的，里面请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